很多的新闻用到我这里。风格是吧？第一个葱，丰沛的沛吧？哎，三点水一个风什么字啊？三点水一个风收的风什么字、啊？有边读边，无边读。哎，我也不认识哎。我有演过一个《最美的时光》嘛？职业是，是你演的吗？他是这个小朋友，他学音乐的，但是他很有天分，但他就是听不到，就是听得很小，越听越不好，所以他就又没钱，就是狗血剧情。流星花园，然后呢你看到了谁？我看到了蛙哥。蛙哥，小蛙。蛙哥最近还有潜泳吗？不只是你忘记了，连我本身都忘记了。哎，为什么？